战胜总统好，喊得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心花怒放。出席号称3000民众参与的亲子野餐会，柯主席看着天气还有感而发。也没有太阳，也没有，我是 just， 英文叫 just make， 刚刚好。挑战大卫磨刀霍霍，但有没有总统命还是未知数。倒是近期蓝营内斗纷扰未平，柯文哲路线变，毛起来左打蓝右打绿。来帮助我的时候，口号是什么？推倒蓝绿的高墙。不是要推倒人力的高墙，所以你们是利用柯文哲，他到2016拿到政权以后，这个过河拆桥啊，蓝白河的问题，国民党每次在跟我们讲这个，他只是叫我们致敬而已，他从来没有说啊，不然的话怎么跟你换？他如果按你们选，我们会落选。不满蓝白河风声不断，但怎么和从没有人提案，柯文哲更直接挑明，两个党本质就不同，怎么找共识 ？DNA 差很多了，这才是有他实际上的实务上的困难，还有点哦。人家国民党想说自己就好了，我跟郭董每次都刚好错开，每次都蛮刚好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就刚好就都错开了。想找老朋友谈一谈，但郭台铭访美 ING， 国民党总统人选要征召保留尊国空间，郭台铭披蓝袍还有机会一搏，加上子弟兵高虹安和民众党若即若离，不排除跟蓝营买一送一。柯文哲一旦和郭台铭撕破脸，握在手上的筹码恐怕越来越少。三立新闻林凯君、吴文轩、SN 小组台北高雄报道。